甄选的跟你们讲的情况啊，主要是因为日光师跟台南市是姐妹市，所以关系非常友好。然后这部电视台呢，它有六家电视台都有邀请台南市的那个交通师前往参观进行交流。那成员主要有六名，就是我们学校高中生有三名，那包含老师。